还有二十秒了啊，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感谢瓜皮鹏鹏、芙蓉大妈、瘦瘦的，恭喜红汪汪中奖了。上个厕所。咦，三个兵别丢，哎呀，丢了一个。哎呦我操！这人去哪去了？先晕 ，A 接 Q 走。Q 一下得了。我们升三，他应该是死了。或者他敢上来一小下，他也死了。一上来闪现晕柱点炎 A 接一个 Q， 其实这个点炎感觉套的不应该啊，这些小兵有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呀、啊，问题很大呀。先攒个怒来晕 A 接 E，A 接 Q 回血再 E 平 A， 我这老些兵的不用怕啊。干哈呀呢？直接平 A 接 Q 晕住，再 A 一下，我们被塔击杀。这波有点傻逼。哎呀，不对呀这。哎，我刚才44点怒气，为什么我 A 他一下怒气就变50了？是我算数不行，还是他妈出 bug 了？我知道用红柱 W， 我信我先 A 接个 Q， 对吧？我先 A 一下接个 Q， 是不是正好 49， 然后 Q 一下 50， 然后红柱 W， 对吧？没问题吧？怎么回事呢？血量低，愤怒加的多，哪有啊？啊啊啊！我操，鳄鱼血量低，低于50%，怒气提升50%。哎呦我操！我才知道。好烦啊！这居然也能行。这我确实不知道啊，这我头一回知道。
这不好杀呀，这也，这老铁男又起来了。下边杀他啊，先吃个药。拜拜。大我们就不开了，下波可以开大杀他。不的，我就出和血战斧，我觉得这鳄鱼出和血战斧是可以的。人一整老上当啊，这人家一整就没了，你说跟他们对对线儿，我天哪。一整就没了就很怪。兵你也别吃，我跟你说，那外面有兵你也别吃兵，那小兵都要砸死。哎，还打我？这回这皇子再来，我们就不怕了啊！我两管路。插个眼儿，再插个眼儿，吃波兵，打不着你，我再吃一波兵。蓝军你一走扣不行了，塔皮没掉就行，塔皮没掉我们回家了。哎，我们不回家，让他以为我们回家了，其实我们这波有点死者。这是谁呀？啊，这是谁呀？谁？我吃口屎。我不回家，我等怒。嗯，这怎么有个眼儿呢？交闪，3、2、1，拜拜。
他应该是二速血，我有点追不上了。鳄鱼还是不能出那个星石，感觉还是有点脆。这把咱来一把团战鳄鱼啊，咱们来一把团战的鳄鱼，可血。可血、黑切、血手，我看重新来，重新来啊！可血、黑切、血手、死亡之舞，可血、黑切、血手、死亡之舞。其实九头蛇也可以用。那这黑切不要了，可血、死亡之舞、血手、贪欲九头蛇，出一个那个本儿，那叫什么来着？死相鬼本奖。哎呀，我的车！A 接 W 可血战斧接个 Q 走了。Q 啥呢？你 Q 小兵呢？那小兵一个你都吃不着。Hello， 来咬住 A 接 Q 接可血战斧一走，红怒 Q， 好肉啊！害怕了，害怕就对了，小伙子，算了。没关系。这个大就是为了吓唬他的，好吧。他要是跑呢，就让他跑，没关系。我操！这我没想到啊！完了，少钱了。这我没看见啊！这亚索这么猛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发条有点菜。哎，我寻我都挺顺的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太快了，这塔掉的呀！撞呢？那撞呢？致命点燃，点燃我！抠。可血战斧开大招，咬住，一上来接个 Q， 再一回来，我大死了，砍死他！可以，这边 Q， 完了，这不全死了吗？你说你不早点 Q， 你先给个什么盾呢、啊，兄弟？早点扣啊，这拉克斯！妈呀，吹波扣这黄子！要我先来个死亡之舞吧。
完了，买错了，撤销一下啊。他跟 ADC 说我下楼一会儿，你还下楼一会儿，你下饭吧你。别怕，来直接都干他，咱得先杀这个。这人咋那么多呢，我的妈呀。这怎么弄四个人呢，我的天哪。人太多了。这把亚索千万别羊刀出的那么快，羊刀出的快了俺们家就没了。这把应该是输了，我估计他们家有个铁男克我，专克一个人，你知道吧，我还得为了他，我可能还得出个水银，这玩意儿一会儿就捡起来，打算给我一个筐，我们家队友全傻着，那就完事了。不行，咱就只能打单带，但这玩意儿又没有办法杀单带的话，可难杀了，我得耗他好几波我才能杀他这个英雄。我得耗他好几波，他要老搁塔下的话还杀不了。自己框里头吧，晕住，闪现走，别急。哎呦，这个闪现戳，把我戳死了。先来个蟹手。咱们蟹手出完，出一个石像鬼，现在石像鬼狠呢。反甲，其实反甲得要一个，我感觉蟹手反甲石像鬼行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这个大盾，得要个反甲这把，我出破败呀。我们家本身就没前排，我还出个破败，你说本来就脆。不行啊，这身边也没人啊。你还往左边走，快点来守中塔，为什么不来守中啊兄弟呀、啊、来守中塔呀，你还他妈个草外回城还、哎呦我的妈呀，
过来手中塔扣个人呢。让他勾。可以打。红度扣。有伤害，来点伤害。对，我操，这么多人，我可血战斧没出来，给我控死了。我要可血战斧出来，刚才这波我估计我能回半管血，实在是出不来。他技能太他妈多了，那锤石钩、黄子一抠、牙刷，哎呀我操，全往我那身上浇。能不能跟我一起来？你跟我一起走行不行？本来你们就劣势，还挨个来回瞎跑。你上去守，你能守住那黄子？那黄子嘛，一个一抠的把你杀了。不听话，你怎么？菜不要紧，对不对？听点话。话也不听，亚索能不能杀？先把亚索杀了。对，这剑圣干什么呢？这是好大，先晕铁男啊！皇子来可血战斧拿大龙，这就是团战阵容，你知道吧？你不跟我一块走能行吗？过来打大龙啊！还好亚索没出羊刀，亚索要出羊刀吸回来就不好办了。走回家，来个蟹手吧，防止被秒。再来个军级背心儿，把反甲除了。这回我们就不带会被秒了啊。然后我再整个水银，不行。要杀的话，他们杀我肯定输。他们只要我后边有点人，发条别人抓了，别往里头走，你往那边走没有意义。你说你走过去能干嘛？啥也干不了。来这里呀，那里边有人，你直接就死。快点过来呀！我一个红怒扣，你们打得死我？你杀谁呢？杀我，小伙子！咱这打完团没掉血，看见没有？不要害怕，这就是个鳄鱼，就往人群里边冲。
血少了一个可血战俘，然后我们还有个血手，可以拆，再拆一个塔吧。不拆了，走吧，这回走吧，对面活了，这就别杀了，不管他们，让他们死去吧。谁要是死了，咱也不管不了，这管不了，管不动了，溜了。老激活我，你老打着鳄鱼，你能打赢吗？你得上后排。一会儿很有可能铁男要诓我们，知道吧？有很大的可能性，这铁男要诓我们，我可能得先来一个水银，得先来个水银。他要是诓我一波，我们可能就不太好打了，我们家。我让他框没有用啊，我让他框，我队友全死了，剩我一个，我打不过他们。带控制的把我玩死了，就上下路，下路，小龙，这波小龙，来，这波小龙往墙里头勾呗，你看这啥勾着我呢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有可能这边会出来人，小心点。把小龙打了，小龙打了，我们顺势退下。哎呀，别回家呀，你回家干啥呀，你不用，你就上去死去，那剑圣要你也没有用，你就上去死去，不用回家。哎，就站队友前面啊，我看谁敢上。你看这是不是诓我了，开始啊，先杀亚索，一上来可血战斧拿下，拿下。血少一个可血战。